收到的第一天，峰哥就打开来吃了。嗯，看这个鲱鱼香菇丸里面料有没有很实在？哦，好好喝，好甜哦。是爱家，我是妈。这个时间大家肚子饿了吗？今天呢，我们要来推广台湾在地的优鲜水产。我真的要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渔业署，虽然我的料理说法有点粗糙，但是他还是非常看得起我。他让我认识全台各地呢非常多的优鲜水产，而且这些呢都是渔民们非常用心认真的去养殖，然后提供一个干净无毒然后新鲜的水产直接送到你手上，而且很多加工半成品都很厉害。对，这次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高雄跟台东。另外这次的品项呢，我觉得家庭非常适合，小朋友都会很喜欢，而且他们这次的包装是比较小包装，在料理上也会非常的方便。峰哥已经在吃了，你在吃什么？我在吃雪糕。那先跟大家说呢，这次一样推出很优惠的组合之外呢，还有限量100份的折扣码会给大家使用。那到时候呢，我会放在我们的置顶留言，然后还有影片后方呢，也会跟大家说折扣码是什么。那请大家继续锁定。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新港社和，这个是来自高雄永安的新港社区。这里呢，其实它有一条路叫石斑路。也被誉为石斑鱼的故乡，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养殖石斑鱼，所以他们是聚集了很多不同的小农小鱼聚集在一起，把它发扬光大，然后技术也非常的纯熟，而且他们主要就是急速冷冻、真空包装，然后直接把新鲜的鱼货送到消费者手上。他们也会定期去做检测，无毒安全的食材。而且永安这里呢，它是全台唯一纯海水养殖，完全不抽取地下水。那我们就先来看看他们这次推出的组合。首先呢，这个叫鱼饼酥酥，它是12包一箱，售价950元，一大箱。其实我们找了好几包，是因为我在收到的第一天，峰哥就打开来吃了。我也吃了。其实这一款不要小看它，就是一个饼干，它今年得到比利时国际评鉴所的风味绝佳奖。它里面的造型非常的可爱，就是小鱼的形状。你知道这一款最厉害的是，它是石斑鱼的全鱼精华融在里面，然后大家都知道石斑鱼富含丰富的 DHA 跟 Omega 3还有优质的蛋白，你吃饼干的时候呢还可以吃到这些。其实我觉得它整体鱼味没有很重，它调味也是淡淡的，不会到很死咸这样，然后就是很酥脆，刷脆这样。峰哥可以分我吃吗？可以。小气耶。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因为它没有臭臭的。它没有臭臭的。对。很香吗？对。香脆的吗？香脆的。哦。我觉得这款真的是全家大小都会很喜欢。峰哥不分我吃啊。这个非常的刷嘴，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石斑鱼可以做成这样，你知道吗？而且还可以扬名国际。接下来第二个组合是澎湃手工超值组，我觉得这个在家一定非常必用。他们附了3个手工的丸子，而且全部都跟石斑鱼有关。石斑干贝虾丸，它干贝虾丸真的看得到虾就在里面。石斑花枝丸、石斑扁鱼香菇丸，这个煮火锅都很常用到。对啊，这个一般煮个汤也很棒吧？对啊。另外，我觉得它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大家都吃过虾饼，那你有吃过石斑虾饼？哦。它叫石斑虾乐饼，就
就是石斑鱼跟虾肉组合的。嗯，这个等一下我们去气炸，很期待。对，另外呢，它这个组合特别附赠龙胆胶原骨西瓜棉煲汤。西瓜棉呢，其实是我小时候很常会煮的一种汤，因为家里都会自己腌制那种西瓜棉，然后加鱼汤里面煮，就会很鲜。你有听过吗？我没有听过。你不知道西瓜棉，对不对？我不知道哎，我以为是西瓜。不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古早味。嗯。然后它煮出来的汤就会很甘甜。然后这一包它是已经帮你直接弄好加热就可以了，复热就可以了。对。另外这个组合还送了一包龙虎斑条，都是很方便料理的东西。那我们呢就把丸子跟西瓜棉汤一起煮，另外气炸一个石斑虾乐饼。哦，它里面还有鱼肉，蛮多料的。是我们放的丸子，满满胶质的汤，可以再加一点水。它其实里面有说可以自己按照口味去调整。嗯，我想说你吃的比较重口味。没有，我是跟一般人讲。我觉得 OK。而且里面那种石斑鱼满满胶原蛋白。哦，有看到这一片胶原蛋白吗？另外，你也可以自己再加一些石斑鱼的肉下去，更丰富。看这个饼鱼香菇丸里面料有没有很实在，而且它丸子全部都手工的，所以非常的大颗，口感棒。看它花枝有没有很大块，然后里面一样会有点小刺，所以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嗯，石斑虾乐饼看里面料很实在，我用气炸，我觉得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一口接一口。其实它真的可以吃得到那种海鲜很新鲜的鲜甜感，然后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腥味，又觉得料非常的实在。这凤凉一点，峰哥应该会很爱。对啊。我觉得他这样做起来，就是连不喜欢吃鱼的小朋友，他也可以尝试去吃鱼的任何产品。嗯，接下来呢，就爱海味超值组，这里面呢有我非常有兴趣的大和黑蚬，黑色的蚬，蛮少见的。对啊，然后还有石斑鱼排，两盒的海捞小卷，因为这个我们要吃的，所以我直接先退冰青鱼。另外，它这个组合还多送了一包龙虎斑下巴，是额外赠送的，非常的澎湃、丰富多元的组合。对，那我决定呢来料理龙虎斑鱼排跟黑蚬。这是我们洗好的黑蚬，然后我们要蒸，所以直接放几片姜片就好了，这样。淋上酱汁，我们的黑蚬精，它其实除了蚬精之外，那个肉也可以吃。黑蚬精的功效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对男人好的，护肝。哦，护肝哦，天哪，护肝。我帮你倒一点补一下，因为我们都熬夜哦。只有加姜片，完全没有加任何调味。欸，很温润哎，而且很鲜甜哎。嗯，它不会很死咸，它是鲜甜哎。嗯，好好喝哦。真的哎，跟我想象中就是很咸很咸那种感觉不一样。不一样。哦，好好喝哦，好甜哦。我光看你加热油，我就觉得是道高级料理。而且其实它做法蛮简单的，主要就是把料备好。我下面还要铺豆腐哎。
我觉得龙虎斑上面有一层很厚的胶质，吃起来 Q Q 的，很好吃。不过我这个调味好像比较清淡一点。对，但它就是个高级鱼的感觉。嗯，我觉得很可以耶。它肉是细致，然后带点 Q 弹、嗯，然后里面一样有一点细致，这个时候要小心。吃吃看豆腐。嗯，吃饱精华的豆腐。哦，豆腐很好吃。对，豆腐超好吃的。嗯，这一口接一口哎，而且这样一次完成两道料理。我们刚刚介绍完新港社和的组合，那只要购买组合呢，你一样可以用加购价的方式去加购它其他的商品，像他们有龙胆胶原萃，这个就是精华，就是你直接热来喝，或者是你煮火锅把它加入汤里面都很好用。Oh. 然后像刚刚我们吃的鱼饼脆脆也是可以用加购的， oh. 就是不用买一整箱，它可以加购三包。另外它还有这种手工月亮虾饼，反正就是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去加购。嗯，那我们现在开下一个组合，也是全家人都很必备的。来自台东的虾酒仙，它的名称有虾呢，顾名思义，他们最主要就是养殖虾。他们呢最特别是引进东海岸的黑潮海水，一年呢365天都是用纯粹的海水去养殖，然后顶多就是添加适量的益生菌来保护那个水池，所以它又可以排放去海边，嗯，然后这样重复使用，算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嗯，然后也不会要求说哦虾要用很多益生菌或用很多什么东西让它成长很快，它就是用个自然的方式让它养育，所以它的虾子其实是非常天然，然后虾肉也非常的紧实。这边呢都有它的产销履历，嗯，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安心。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很有名的霸虾，它一盒是300公克，像我这一盒里面是7只，所以算是个头蛮大的。台东很有名的就是小九孔，这个我超想吃的，我也超想吃，嗯，我每次点那种调味海鲜我都很喜欢点小九孔，嗯，但是价格都偏高，嗯，对啊，真的蛮贵的，嗯，因为台东呢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九孔育苗重镇，所以他们的育苗技术其实是非常的厉害，嗯，然后也一直有传承下去，所以他们就会有新鲜的小九孔。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来料理一下。那这个组合还有一个是鲜虾火锅福袋，它很可爱，它就是像关东煮这样做成福袋，它包含了台东整个特产都在里面，哦，因为它除了鱼姜虾之外呢，台东盛产红藜麦，红藜麦也在里面，对，木耳，嗯，所以它是非常丰富。那等一下这个我们也来煮一下。好，虾膏有点流出来，就是熟咯。我们要来爆炒小九孔，先加入蒜头跟姜炒香一下，现在炒的差不多，我们把小九孔放进去，可以快点吗？这样你放完下面都熟了。好，炒一下，很棒，我们去洗手。我要加入九层塔跟辣椒，小九孔真的很迷你，这用腌制应该很好吃哦，很 Q 弹哎，嗯，脆脆的，嗯，而且它整个都可以吃，它后面有一点点算内脏吗？可其实因为是小颗的九孔包，所以它苦味不会那么明显。你刚说都可以吃，我差点把壳吃下去。原来是要讲内脏哦。嗯嗯，因为有的人吃鲍鱼的时候不会吃里面的内脏。你这个很可以耶。
盐焗霸虾好了，它真的很大一只。这种大小的白虾比草虾还要大。嗯，海水养殖的白虾，好饱满的虾肉哦。我觉得盐焗这种方式应该去钓虾场钓虾，忙起来料理。不夸张，虾肉真的好肥好肥。脆，嗯，就很饱口啊。嗯，如果有粗盐，用粗盐盐焗会更好。但因为我们家现在只有细盐而已，也是蛮 OK 的啦。盐衬托出虾的甜，你知道吗？嗯。你看，不带内容物。超澎湃的，还有看到大颗的虾，哎，它豆皮吸饱汤汁完全不干哎，嗯，里面的虾很有存在感，因为很大只，然后口感很 Q 弹，它里面还有一个像年糕一样的东西，增加它的口感。对，它里面好加年糕，煮火锅加这个很适合哎，嗯。太澎湃了，急冻干燥剥皮辣椒虾，它算是一种零食，然后它就是把虾干燥了，像饼干这样。我就很喜欢的那种哦。对，你就很喜欢的这种。它里面就是虾，然后还有看到剥皮辣椒，酷耶，你超爱的。我超爱的。欸，我第一次看到它有剥皮辣椒的。嗯。我觉得它很贴心，因为我其实吃了很多款这种虾子。嗯，我之前吃到那种有虾头的，会很刺。刺到，对。会刺到嘴巴。它这个帮你把虾头去掉了。嗯。它吃进去就是酥脆。对。然后完全不会刮嘴。剥皮辣椒也很香哎。嗯。它已经烘到它变得很松软。嗯。就是进去酥，然后就化掉了。对。这算是我吃过最贴心的一款，但它不会很辣，我本来以为它会带点辣度或什么，完全不会辣。然后跟大家说呢，如果在虾酒仙呢购买 A 组加 B 组，或者是两组 B 组合呢，就会赠送一片龙虎斑的鱼排。另外呢，只要购买他们的组合，都可以用加购价的方式购买，像这个是鬼头刀菲力部分，然后也可以加购他们的霸虾，嗯，或者是加购虾仁的部分，都是非常的划算。然后就是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选购，这样。那一样呢，只要订购的时候输入 fish 90，购买970元呢，就可以折90元。那折价券的部分呢，就是限量100份，数量有限，用完为止。那有需要的人就赶快去抢购吧。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记得帮我按赞、按订阅，好开铃铛，然后记得要分享。我们下次见啦，拜拜。